谢祝您光临愉快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电影《流浪地球二》剧组的代表，有请总制片人钟颖、董事长苏若金，主演吴京、王志，有请三位。《流浪地球二》这部电影让世界看到了科幻电影的中国式表达，也是拿下了近年来中国电影海外放映的最好成绩。来，我们有请三位一起在我们的对白上签名，吴京也是我们北影节的老朋友了，欢迎副总，来有请。其实说到《流浪地球一》《流浪地球二》这个作品能够在票房还有口碑上一路飙升，我相信来自于观众的支持，更要感谢每一位电影人能够为这部作品付出的努力。其实这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，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想说，三还要拍吗，副总？三肯定要拍，特别感谢这么多观众对《流浪地球》的认可。那么《流浪地球二》的成功呢，是因为中国现在科技这个